清关清咗个半钟头喺芝加哥，又引渡翻嚟，我都未试过坐咁长嘅飞机，一世人17个钟头，由新德里飞到芝加哥17个钟头，真系劲啫！啊，我以前由雪梨坐三藩住啊，去翻或者三藩市去雪梨咧，差唔多15个钟头到，都去唔到17个钟头，17个钟头真系够晒长。咁咧真系对唔住啊！我啱啱有啲支气管炎，咁啊好彩咧就俾我喺机场买到啲抗生素，食咗就好咗好多。如果唔系讲唔到嘢食。印度嗰边咧，即系嗰啲地方系，即系啲人唔系好兴洗手啊！吓，你见到咧，我哋香港人搏命洗手啊，咁样咁啊，就为咗冠状病毒啊。但系即系日本人啊，啊香港人啊，就都有呢个洗手习惯。佢嗰边啲人咧就冇乜洗手习惯。我记得我喺蒙古嗰阵时都系。好容易接触到支气管炎，尤其是冬天，佢哋呢一发咧就传到周围都系啦。支气管炎咧就唔系病毒，就系病菌。咁啊，整咗你咧就支气管发炎，咁啊搞到你咧，哇，眼泪鼻涕，痰鬼嘢都点咁。咁啊，好彩食咗啲抗生素系得嘅，系以后都系要，冇办法呢啲，我去啲地方就系冇办法，唔够小心啊！啊，都系要，我见到啊，我老婆啲搏命洗手啊，去到边度都洗几次，几次手嘅，系要咁样样，真系对付呢啲嘢，如果唔系好伤。今日我想讲讲咧，就而家大陆嘅问题，大家都清楚啦，吓系好大镬。但系用咩嚟形容佢咧？我头先喺度谂下，用呢个点样样咧？佢本来咧，就个堤坝咧喺度流紧水噶啦。已经即系佢就报埋话俾人听，冇事冇事啊，冇事冇事，我不是人，全部都控制得到，一滴都冇流，就系、是、清零啊嘛，一滴都冇流。但系后嚟咧，实在冇办法，个堤坝里边嗰啲水啊，升到已经要车机要铺出嚟啦，即系过咗嗰、那个过咗，唔系净系警戒水号啊，所以水限啊，直接去到个水面，直接个堤坝个面啊，佢冇办法啦，冇办法嚟。全部开晒啦，叫做大泄洪啦，即系根本就系由得佢，由得嗰啲水流出嚟。咁你下边嗰啲下游嗰啲友咪惨咯，即系下游嗰啲友又唔知喎，突然之间话习近平话，唉、哎、唔清零啦，唔清零即系任嗰啲水，又任嗰啲洪水系咁，即系无控制的泄洪啊！而家就一件咁嘅事，冇得救，神仙都冇得救。咁大家评论呢样评论呢样冇乜意思嘅，即係呢件嘢根本已经系到咗无可救药㗎啦。明白啦，全世界都上去救佢。美国有啲人道主义㗎。以前呢虽然系敌人，美国都有呢啲人道主义。我哋香港人梗系唔系啦，最好你大镬嘢系咪，我哋梗系幸灾乐祸啦。但系美国就唔系嘅，佢美国有一批人呢就专门系为人道主义。要一定要做嘅，唔理你系敌人定系朋友，啊，咁老实讲，嗰啲系唔系敌人嚟嘅，真系受难嗰啲系人民嚟嘅，嗰啲衰人咧就系嗰啲共产党，啊，所以咧美国咁样做系一种即系好就值得尊敬嘅，啊，啲人民老实讲唔关佢事噶嘛，但系人民你默认咗呢个政府，你谂下嗰阵时佢成日都以为佢呢套嘢好使得噶，系嘛？而我哋全世界嗰啲嘢就唔系唔及佢，所以咧佢咧就话：，诶，系我哋嗰套得，你唔得。即系佢喺一种静默嘅情况之下咧，佢支持咗共产党，啊，等共产党越嚟越有信心，咁全世界咧就听咗佢啲嘢都有信嘅。咁呢个都系一种所谓沉默的支持，啊，即系中共嗰啲人民啊，你话佢今时今日吓系唔系抵死咧？是不是应该呢这种他的沉默的支持他不抗争不抗议就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很大件事的。不是说死200万人你不要信啊，那些我老早就估到死200万人。这个是最保守最保守最保守的。已经死了200万人可以这样说。还要死几百万人甚至死1000万人。因为这件事呢你这样泄洪法你这样有得那些病毒是这样任他来的。你冇即系嗰种咁嘅所谓意外死亡系无可估计嘅，吓、啊、即系争少少啊！
有時呢啲咁嘅嘢咧，有好多人咧個呼吸系統唔好啊。你有時真係一口痰，有時俾一口痰窒住啊，就死噶啦。我有啲親戚都係年紀大嗰啲啊，有時咧朝頭早起咗，一口痰一窒，抽唔到氣，咁就冇咗氧啊，就即死啦。呢啲咁嘅情況不可勝數，因為佢呢些嘢咧，我自己都知啊，支氣管發炎好多好多濃同埋痰嘅，即係鼻涕即係濃嗰啲啊，差唔多嘅。有時咧，啲年紀大嗰啲人一下嘢呼吸唔正常，窒一窒，一口佢你哋以前都聽過，一口痰窒一窒，佢就冇辦法呼吸落去，就咁樣就玩完。哦，但係呢啲咁嘅個屋企嘅悲劇。又冇办法传出嚟，系嘛？大家吞咗佢，撞咗个人，阿妈咁就算数，即系觉得呢啲系自然死亡，绝对唔系自然死亡，系共产党嘅罪行嘅呢个，绝对唔系自然死亡。好多好多，我可以咁讲，喺大陆啊，八成啊都唔系自然死亡，尤其是而家旧年、今年啊，啊唔系今年、明年啊，有排衰嘅。啊！嗰啲所謂自然死亡咧，實際咧，你如果睇翻即係比較翻往年咧，啊，根本就係全部都係非自然，以前冇嘅。咁而家根本啊，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啊嗰啲啊擺就係殮房啊，即係擺屍體嘅地方又唔夠擺，啊又爆棚又要排隊，咁咧火葬又要排隊，呢啲啊殮房就即係一條生產線嚟嘅，就喺殮房出邊排隊。系嘛？要几日？几日喎？喺屋企摆几日嘅尸体，然后先入到殓房。殓房里边咧，再排队去啊火葬，系嘛？咁嗰个而家话七日啫。北京喎，北京就系即系乜嘢设备最好？其他啲城市根本都冇报，边度有北京咁好啊？北京系最好嘅。咁你计计条数，你计廿四小时开紧啊，死紧几多人啊？二十分钟一个，我清楚，唔系半个钟头，我清楚。我去过手，去过晒啲地方，即系屋企人死嗰阵时候，我自己亲身去，我乜都亲身去。二十分钟一个，廿四小时，你计计嘅，廿四乘三，九十，北京啊，九十个啊燃烧炉，呢啲系最高级嘅，即系啊德国入嚟嘅，高温到不得了，差唔多可以讲咧，攞你啲嘢咧，攞你成个身，差唔多化解晒。变咗唔系好多污染，惊人嘅数字，每日几千人，嗰啲唔计以前排紧队，有排搞呢样嘢，一路搞到去咧，啊嚟紧今年过年都唔使过噶啦，啊全部系悲剧，一个唔知乜嘢嘅过乜嘢嘅新年呢次，啊呢次嘅春节啊，尤其是个个城市完全冇例外，成件事就系习近平搞出嚟嘅，由三年前，啊三年前武汉发生之后，啊三年前2019年啊个秋天就发生咗啦，拖到2020年三月份至公布出嚟，嗰、那个就系佢搞成嘅，然后到全世界嘢都全世界都系，卒之呢件嘢咧，呢个世界真系有报应，一路行翻去大陆嗰度，等佢全部今次。最大镬，你睇住啊！最大镬系佢，因为佢咧，佢成件嘢压镇住啊，啊镇住咧就变咗唔爆发，都有好大，佢啲数字都系假嘅，但系咧佢冇爆发性。但系而家咁样，习近平话：，我唔理啦，啊又唔检查啦，又唔乜嘢都唔做啦，又唔打几针，乜都唔做啦，又唔打唔做疫苗，乜都唔做，你哋自己搞掂佢啦。200万人呃你嘅，1000万人都唔会讲少，1000万人唔系讲多，亦唔系讲少，闲闲地计到数嘅。啲人咧成日都咧，啲人咧成日啲咩咧，用人哋啲数字，用人哋啲权威啊，咁啊讲出嚟咧就唔会丢假啊嘛，唔会讲错咗，唔会俾人笑啊嘛。应该都知道啦，点可能啊？点可能几百万人啊？点可能百几二百万人？那个是初步估计，拿香港来推算，但他不是香港的，大陆哪里是香港啊？大陆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有时候看医生做检查，北京 啊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我看那些最好的了，最好的医生，识的人，里面那种卫生程度啊，真的等于香港厕所都干净了。
唔係講笑啊！唉，裏邊冇眼睇，啲人啊，朝頭早四點鐘去輪走，朝頭早四點外地嚟嘅人，因為有裏邊有專家嘛，朝頭早四點鐘瞓喺嗰個大門口，係一路排住隊，又打個地鋪，成條街喎啊，輪走嘅去睇睇醫生，睇醫生嗰陣時點解？你以為啦，俾五分鐘你都冇啊！個醫生同你講兩句，嗰陣時有人插口啊，後邊有幾個人，幾個病人、病人啊、護士喺度插口，根本冇辦法有機會幫你睇症。咁、那個醫生係又冇辦法，咁佢係咁敷衍下你，咁開啲咁嘅藥俾你，都唔理啦。跟住，所以嗰啲根本嗰啲垃圾地方，我而家好翻好多啦。如果冇食藥喺飛機度冇食藥咧，就講唔到嘢。今日而家仲講到嘢，好彩已經好翻好多啦。即係食咗五六粒。六粒抗生素，咁啊开始回翻道气。如果唔系，真系啲鼻拉女鼻涕痰啊，就一路咁多。嗰啲人，我坐喺嗰度，啲人都唔敢。我一路咳，啲人都唔敢出声。吓，因为我唔知系咪中咗招，实际就唔系。所以我冇发烧就知道冇事啦。如果系啊冠状病毒嘅话咧，一定发烧。好在就冇发烧。咁就一路都係穿體啦，都十七個鐘頭，再到咗今日夜晚，而家呢度朝頭早7:48:46，要翻返去啊！咁啊，呢個嗰邊係9:46，到咗今晚差唔多就好翻曬，但係我慣咗呢啲嘢，即係做翻童子軍咁樣，自己要搞掂自己啊！咁呢個大陸呢個嘢咧，全世界都知道，根本人哋清，尤其是美國最清楚。早幾個星期已經叫啲美國嘅公民咧備定藥、備定食物，啊，備定幾個禮拜藥同埋食物，你知道啦。而家缺氧啦，缺到抽筋，美國人清清楚楚，啊，人哋只不過唔批評你。咁跟住咧，美國要求話你乜嘢都得，我哋幫你，即係唔講錢。你就算你話要，咁啊，習近平落唔到面噶嘛，啊，疫苗又要幫，藥又要幫，係嘛？佢根本都自己做唔切噶。美國咧都唔係好多。但起碼咧，佢美國咧可能有啲緊急留喺度咧，就多出嚟多餘物資就可以俾到你，但係俾唔足嘅。你而家大陸咁樣爆發，神仙都難救啊！所以而家個情況咧，就睇落咧，真係係呢件事咧。就算美國出手幫啊，美中國梗係俾人幫啦，死要面嗰啲人係嘛，落地都揦扎沙，真係冇人幫。就算有人幫，一樣死。呢、這個係等於係崩堤嘅。整个长江省下的堤崩了咁上下，可以用呢个嚟形容佢冇得救。即系我哋清楚大陆发生紧咩事，佢就系用唔报唔统计，用呢啲办法嚟揞住啊！但系实际冇意思嘅，一啲都冇意思。咁我喺印度嗰边，印度嗰边基本上冇疫情啊，因为天气暖啊。咁嗰啲人咧，實際都有曾經有過，可能 Alpha、Delta 嗰時有過，跟住咧佢哋唔理咧，就過咗去。而且印度咧，佢有好多嗰啲叫做 generic drug， 即係人咧，佢咧就有通過條法律，外國有咩藥咧，佢可以抄，唔使俾專利費，呢個國家政策嚟嘅，所以好多藥廠內攞佢唔可，咁佢啲藥咧就可以好平咁做出嚟。咁實際啲藥咧，如果最難就係研究嘅，但係你一做出嚟之後，人哋抄咧就唔係咁難。但大陸咧，連抄藥都未有能力，佢一路都以為自己好叻，唔係用清零都唔使靠藥，又唔使靠疫苗，所以疫苗佢又抄唔到，藥又抄唔到，人哋印度又抄到，所以印度咧就冇乜，基本上冇人戴口罩，啊，就基本上就完全係即係和平嘅太平嘅。咁印度咧對中共嘅態度咧，因為中共幫巴基斯坦一齊喺度搞印度，咁啊印度好興。好興咁咧，但系咧就印度人咧，實際佛教啊呢樣嘢咧，係一種比較係和平嘅宗教嚟嘅，唔係一種激進嘅。回教就反而係激進，回教你唔信咧，唔信就殺咗你，真係咁樣。點解當日個回教可以一路傳到中國，又傳到去東南亞，一路傳到去，就係靠打靠殺。去到菲律賓都係啦，大家知道回菲律賓有個回教，就係靠打靠殺。所以呢樣嘢咧。即系呢个宗教系有问题噶，呢个好明显就有问题，即系等于呢个共产主义系有问题嘅，乜乜其他主义唔系大问题，社会主义啊，乜乜主义唔系问题，共产主义就系一种毒教，
即係你唔信佢咧，佢就劏咗你。佢唔用劏嘅辦法，佢搶咗你啲財產，搶咗你啲資本，一模一樣。即係佢係一種冇得共存嘅啊！呢、這個回教，所以共產黨咧同啲回教嗰啲人咧夾得，大家夾得埋喎啊！大家攬頭攬頸喎，即係大家係一樣宗旨，即係獨裁就係、是、啊排外嘅，就同我哋一般嘅所謂共存嘅思維唔一樣。但係咧，我咧就睇慣咗佢，我就唔會有呢啲共存思維。你對共產黨唔可以有共存，但係好多人咧出世咧就係屋企嗰啲教育啊乜乜乜啊，即係比較係和氣嘅人，主張和氣，咁就唔肯去用呢啲咁嘅。啊！嚴格嘅手段嚟對付中共，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啊！而家因為佢哋嗱，好似美國嗰啲宗教基督教嗰啲又係比較和氣，好少去到話要哎呀，你威脅到我，我要啊，做低你先。即係佢哋唔肯做呢樣，即係佢哋嘅嗰個文化上啊，啊嗰、那個教養一世教養，佢哋唔肯做呢樣嘢。啊！你咁就唔肯做咧，你就俾人玩完。就俾人搞掂，呢、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啊！所以阿 Lucy 系法轮功啊，系嘛？但我唔同佢哋完全一样嘅，佢哋系个真善忍，我就唔忍嘅，忍亲我就唔信呢样嘢嘅啊，冇所谓啦，大家系嘛？我同佢哋好，大家好好朋友，但系呢个忍字我就话冇得忍，对共产党冇得忍，你对第二个可以忍，共产党绝对唔可以忍。